主席，在沒有經修訂的有關財政的項目中，其實有不少政府部門在這個開支，特別是增幅方面，是令人感到關注的。主要是那個增幅這個不公平。我們過去多次批評，上一份財政預算案也好，今年財政預算案也好，我們是強烈批評整個財政預算案是向這個權貴這個傾斜。其實在部門來講，在局裡面來講也都是一樣。我們看回今年財政預算案裡面的部門有關的增幅，剛才我們有兩位議員都講過審計署方面的問題，審計署那個增幅是 3.5%。整體政府部門平均嗰個開支嘅增幅係 7.6%， 即係審計署咧係偏低。另外有兩個偏低嘅部門咧，一個就係天文台，個增幅係 4.8%。最離譜就係申訴專員公署嘅增幅係 0.3% 啊，主席。如果你計翻個通脹裏面嚟講咧，呢個不但係冇增幅，其實係有呢一個嘅削減同埋萎縮嘅，即係好明顯睇到負責監察政府部門嘅有關嘅機構咧，嗰個增幅同整體嘅增幅相應地係呢個偏低。如果用實際嗰個嘅即係當日嘅價格嘅錢嚟計算咧，減翻通脹嚟計翻通脹嚟計算咧，其實呢啲部門負責監察政府部門嘅機構嗰個嘅財政開支咧，係呢個嘅削減。我一陣間會講翻啊呢一啲部門削減所帶嚟嘅憂慮同埋影響。但係正如整體財政預算案嘅傾斜對權貴傾斜一樣，邊啲部門邊啲局邊一個嘅增幅最多咧？平均係 7.6%。但是政务司司长办公室和财政司司长办公室那个增幅是 18% 啊，主席。18% 啊。即是说去监察其他部门做嘢嗰啲做到只狗咁嘅，做到好辛苦嘅，成日做丑人嗰啲就斩。啲钱就锁你封你。哇，嗰一啲位高权重負責制定財政預算案的，負責操控各個政府部門的，好打得的司長，喂，話你打得，俾錢至打得啊？啊，俾多啲錢至好打得啊？咁呢啲叫咩打得啊？你哋，喂，你靠錢嚟搭人喎，兩個司長嘅辦公室，政務司司長同埋財政司辦公室，個增幅係18%，呢個係方天下之大謀。你自己制定財政預算案，你個自己嗰個辦公室就加最多，其他嗰啲嘅部門啊，就要做呢一個嘅，即係貧民啊，有啲就淨係削減咁滯。嗱，我哋睇翻審計署，我逐個啊，阿長毛唔使幫我點人，即係我哋大把嘢講啊，逐個局、逐個部門去講整個財政預算案。雖然我哋係啊，冇作呢一個嘅刪減，其實即係呢個嘅財政司同埋呢個政務司嗰個係有刪減嘅。但係咧，立法會嘅職權根據呢個基本法嘅規定咧，主席，我哋係冇得增加，我哋冇得提案增加啲部門嘅開支啊。如果唔係，我實幫呢啲部門還一個公道啊，審計署、申訴專員公署同埋呢個天文台咧，我一定即係會提出增加呢一個佢哋嘅開支。但係好不幸地，立法會就被閹割呢個嘅增加嘅權力，只可以減。所以我哋提咗好多嘅修正案嘅削減咧，係同拉布無關嘅。啊，唔好下下用拉布啊，即係我嚟掩飾呢啲部門嘅醜態，同埋呢個唔公義嘅財政預算案。嗱，審計署我哋睇翻咧，今年嘅開支咧，較去年嗰個嘅開支嗰個嘅增加咧，係呢一個嘅2.7%啊，而呢一個嘅工作量方面咧，兩年裡面嚟講咧，基本上係冇乜大嘅改變啊。佢核證嘅帳目嘅預算咧係81個，
如果較去年實際數字來說呢，是減了一個而已。今年預算的衡工量值的報告和往年也都是相同，仍然是這個的有18份，人手編制方面呢是增加了4個。但是我們看到香港的管治質素是日益惡劣，大家看到很多啦，亦都靠審計署呢是揭露到很多的問題，包括有些議員借其名咩龍獅啊，有乜有物啊，咁係咪啲單據都唔知點嘅，亂七八糟。你話冇呢個審計署去睇嘅話呢，啲權貴利益輸送呢可以發展到無法無天嘅地步啊，所以荒謬絕倫嘅，係咪特首辦係咪呢個特首退休落台，又要攞埋啲茅台，攞埋啲名酒走，俾啲報紙揭露之後呢接送返啲酒返去。所以你睇到如果冇審計署去追查啲部門啲高官啲權貴即係點樣去浪費我哋公帑，點樣濫用佢嘅職權去謀取個人嘅利益，利用呢個公帑謀取個人嘅即係福祉嘅話呢，呢個係香港嘅災難。所以審計署係必須要即係得到合理和適當的撥款呢，能去運用他的公權去監察這個日漸低劣，特別這個689政府，這個梁振英這個的即低 B 政府呢那個的處事的態度，一定要禁止他們繼續這個輸送利益，利用公帑輸送利益和浪費這個公帑。所以審計署那個監察是極為重要的。剛才也提到審計署那個整體的開支呢，同政府平均 7.8 嚟講呢，相對地係偏低，係咪？即係你嗰個實際嗰個開支嘅增加呢係2.7%。同埋只係加4個人呢，同其他政府特別同呢個嘅特首辦其他政府部門嗰個人手嘅增加嘅瘋狂程度呢，可以話係難以呢個比較。所以即係透過呢一次嘅辯論咧，係要指出呢個荒謬嘅情況。嗱，主席，另一個嘅部門要指出，即係有關呢個問題咧，就係呢個申訴專員公署。呢個係所有我哋初步睇咧，差唔多係所有部門加幅最少嘅。呢個係0.3%，同去年嗰個嘅比較。因為申訴專員公署呢個指出政府好多荒謬嘅行為某一啲嘅即係部門同埋一啲嘅高層人士喺呢個嘅處事方面，即係完全係違反呢個嘅好多嘅規定同埋呢一個嘅指引。今年呢個嘅申訴專員公署嘅預算係呢個1.02億。咁但係呢，我哋就睇資料呢，主席，我諗稍後我哋都會再跟進，同埋希望呢個嘅申訴專員公署呢都能夠加強個透明度呢，係能夠提供多啲資料俾議員作為參考。我哋亦都揾唔到佢嗰個嘅人手編制嘅圖表亦都冇睇，亦都睇揾唔到資料呢，有關呢個嘅申訴專員公署呢關於2014-2015年嘅預算工作量係點樣我哋只係知道過去多年呢，去主動調查政府部門嘅次數呢都係停留喺五次至到呢個6次。即係其實如果係有足夠嘅資源同埋更加多嘅資源嘅話呢，佢個主動調查嘅次數呢可以係增加嘅。因為有唔少情況下呢，我自己都多次直接致信俾呢個嘅申訴專員這個公署呢，是要求就某方面呢是展開某些的調查的，因為覺得很多部門的即是不單單只是某一些個別員工即是個人的失職，而是就回某一些的部門在運作上呢，在那個的架構上那個的功能上實際同埋這個成本效益等等方面問題呢，是有不少的失誤之處呢這個不單是審計署要處理啦，就算是申訴專員公署呢，應該都是要着重同埋落實呢，是進行這個調查，以確保呢有關的部門運作上呢是符合有關的機制咁我哋睇到這個嘅審計署這個嘅申訴專員公署嘅人手不足同埋受到開支嘅規限呢，
嗱，我哋睇翻去2011年咧，嗰個嘅跟進嘅個案咧係2381宗，2381，但係2013年咧已經係上升到3116宗，係嘛？即係如果你計翻即係嗰個實際工作嘅增長咧，理應喺嗰個嘅員工嗰個分配上咧，同埋財政嘅資助方面咧，係應該有所呢個增加。咁但係即係好明顯睇到啊，呢、這、一個申訴專員公署咧係受到不公平嘅對待，可能呢個係狼鷹即係管治嘅特色啦，係嘛？即係究竟呢個係佢個決定啊，定係呢個政務司林鄭嘅決定，定係財爺嘅決定咧？係嘛？即係對呢一個嘅申訴專員公署嘅財政上嘅資助啊，作出咁刻薄同埋咁唔公平嘅處理。嗱，我哋睇翻即係審計署有十，即係呢個嘅有好多嘅項目咧，喺2014-2015年咧，喺個工作計劃上係有好多項咧，佢哋話會呢一個嘅着重嘅啊，包括監察公營部門嘅行政措施啦，並且會主動呢個嘅調查。啊！佢可能最需要主動調查就係呢個嘅運防局，睇下高鐵嘅項目啊有冇呢一個嘅失職之嫌，冇理由你呢、這個啊成個局成個部門啊等到呢個傳媒爆咗呢個資料之後咧，至圓夢初醒啊！呢個係你基本嘅職責，669億工程咧可以喺度發白日夢，任由呢一個港鐵去冇嘅。咁所以即係你話如果呢、這個申訴專員公署係有多啲資源可以主動去調查嘅話咧，好可能即係早兩年啊，呢啲問題可能已經發掘咗出嚟，而無需等到傳媒即係去呢個追查之後咧，攞到呢個嘅絕密文件啊，爆呢一個嘅炸彈咧，呢、這個嘅運防局局長咧，即係至如夢初醒。不單係運防局啊，港鐵主席都好似係如夢初醒。咁所以你睇到即係嗰個監察同埋嗰個主動調查個重要性，如果唔係嘅話咧，好多人就可以隻手遮天啊，令到呢個公帑嘅嚴重呢一個嘅浪費咧，而只係稍後咧喺事後咧，即係至可以追究責任。咁有關人咧都可能即係已經係唔知去咗邊一度咧，係令到呢個追查咧都有機會咧係呢個嘅石沉大海。嗱，呢個申訴專員公署另外一個喺2014-2015年要關注嘅項目咧，就係採用呢個更多採用調解嘅方法，以解決並不涉及行政失當同埋只涉及輕微行政失當嘅投訴個案。嗱，因為我哋喺地區上咧係收到好多市民嘅投訴嘅，申請公屋又好，綜援又好，好多嘅意外又好，即係地政署執行權力嘅時候，引致到一啲嘅市民受損失又好，咁好多呢方面嘅問題咧，即係如果你話以下下要呢個透過法律嘅仲裁啊，去呢個投訴，去呢個嘅訴訟啊，好似我哋即係呢個嘅律政署嘅刑事檢控專員早幾日咁講啊，你嗰啲嘅受害嘅南丫海難嘅家人咧可以入品，喂，你報告都未出點入品啊，都未知啲事實係嘛？嗰啲較為嚴重啲嘅意外同埋死亡，但係日常發生咧好多嘅問題咧係呢個嘅市民受到急不公平對待，好似喺網上最近傳緊一個老人家啊，俾食環署一個好大隻嘅姐姐咧，嗰啲咁嘅欺凌嘅態度咧，即係其實呢個嘅申訴專員公署咧應該主動啟動，同埋透過一啲調解嘅機制咧，還翻市民一個嘅公道啊，唔係啲人用呢個公權咧，就令到呢一個嘅市民咧受到呢個嘅不公平、不合理嘅對待。咁另外2014-2015年其中一個主要嘅事項咧，就係推展社區關係啦，令到多啲市民了解咧。其實好多市民都了解㗎啦，希望實際做到嘢。其實最好嘅令市民了解咧，係實際個案幫到市民而攞翻個公道咧。呢啲故事自然會傳出去咧，會更加市民揾呢個公署。我哋都睇到個實際數字嘅增長啦，係嘛？2011年2000多宗，去到2013年嘅3000多宗咧，明顯係市民對公署個信心同埋個認知程度係有所增加嘅。另外就係提供公署同埋公營部門喺處理投訴方面嘅專業水平咧，呢個係極為重要啦。透過聯絡交流嘅方法，加強公署同埋申訴專員其他機構嘅聯繫啦。咁另外呢個嘅
即係我哋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嘅咧，就係要呢個公署要更加主動進行呢個調查，啊，呢一個咧係能夠加強呢方面嘅工作啊。